刚回到家，200-600。刚回到家，200-600大关交。我脚架没有架，忽然间就在我前面，大概还更近。手酸了，手酸了。飞过去一只，他在看。你太近了，我没有用脚架，手很酸。树这里都有影子在飞过去。大关只有向头上飞，在右边右上方飞，然后这边都会有影子。1200，太贪心了，这好近哎，你像那只很近，大关鸠，这只无敌了，妈妈，这只无敌了，这只大关鸠，有看到哈？还给我叫嘞！好，不要废话那么多了。上面还有只哦，前面这只无敌的啦，120满宽，4K 120。佛祖头上两只呀，没空的。哦，我脚架没架好啊，你要这样子，对。好啊，脚架太低。好，第一。4K60啊，刚才发现拍的是4K60，赶快改换4K120，飞上去了。还有低的吗，妈妈？它最低哦。好了，有4只呀。老鹰不想追，这是大关鸠，帮我拿GoPro。前面，是它，大关鸠又来了。前面，小虎去我包包拿GoPro电池。对，这只很近哦。4K120确定，好。找地方休息啊，找树停一下吧。又去老地方停吧，兄弟。好，你自己说的。脚架架太低了，拍得很累啊。应该刚回家的那一只仰角太高，把架拉低，忘记调回来。速度哦，冲了，很好，喜欢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给你取的名字吗？冲啊！叫冲啊！哦，很少遇到大关鸠冲这么快的，你的名字就叫冲了。又出来了，哇，满框，有录影的哈，好，从下面土地公庙冲上来的呀，对，我也差不多冲，哇，酷啊。
山，你追得真漂亮啊！呀，穷穷穷又走了。哇，这多酷，这画面可以。爸爸这次叫穷穷穷了，我不管了，下次遇到冲这么快的，就是穷穷穷了。又出来，又出来了，哇，满框有录影的哈，好，从下面土地公庙冲上来的呀。对对，我看到他冲。对对对对，我也差不多冲，哇，酷啊！A73，你追得真漂亮啊！呀，冲冲冲又走了。哦，这多破，这画面可以。爸爸这次叫冲冲冲了，我不管了，下次遇到冲这么快的，就是冲冲冲了。